龟蛋。海龟蛋。海龟蛋。一二三四。四个，然后建材。超到手啦、欸、其实我不确定这样盖成可不可以、欸、还没盖过，所以不确定行不行得通，要盖了才知道。先丢垃圾，啊走咯，没有怪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就要在这个点身上把挖掉，然后这三乘三都要挖掉、欸。我的天！这个是怎样？抓喝抗火药水下去施工哦，这样子的吗？没有要干嘛？嗯，好，老眼睛痛。
哇，食物不够！哇，我的天，我的天！这要怎么盖啊？又抽到玉瓶了，哎呦，我要讲恭喜嘛！我真的不懂那是什么哎、这里是不是？
不会挖一挖掉下去？会啊，我就这样曾经挖掉下去过啊。今天开到十一点哦。吃的也快没了。好，
没事，我被吓到。有时候引诱你教室就很奇怪哦。看一下统计好了，防物品。个十百千万一万六千，使用次数一万六千个，哇！水流在这里，是说对想要建材空手点中间不是可以直接从包包有吗？是哦、喔，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、啊，这是什么时候有的事情啊？我至少确定我之前玩的时候没有哎、欸，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只知道创造可以吸方块而已，我不知道这可以用方块、欸。哇哦！看到那一个、欸，哎，好像是补哦。
哎、欸，好方便哦、喔！天哪、啊，啊，怎么盖过头了？谢你啊！好啦，快十一点了。那些要睡觉、要上课、要考试的家，明天加油哎、欸！那明天一样的是剪完片，开麦快，然后再一起看首播这样子啊。明天那个精华应该就是我被吓的了啦，应该快剪完了。一个轻松的地图搞跟玩。十三号星期五一样，那这边我在，我应该也不会私下用呢，因为这个工程太大了，我睡觉用这个感觉很白痴。感谢宵夜的十五颗星星哦，还有感谢今天有一些送星星的，因为在玩那个没办法太专心回，不好意思。啊、我看到有海豚啊，有娜娜，不过我都有小小声讲啦，啊，就只是大家都在玩，想说不想要这样子影响到其他人。去主世界，把一些建材放着。嗯，箱子放里面，肉都放里面。地狱砖，地狱砖。好，先这样。回主世界去，那个明天再来弄，不然就是等一下等影片输出上传再来稍微搞一下下。哦，下来干嘛？我想说，就只是这样子。我吓到人了。对啊，这样也很没礼貌。想说就只是想要弹一下哦，《铁达尼号》的进行曲。哇，跑过来就要两分钟哎，好久啊！既然我们碳比较多，不用烧的啦，我这样换的啊，换的好像比较快。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渔夫。Thank you.
好啦，感谢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。那大家晚安，大家拜拜，明天见，拜拜。